今天体育课我们做仰卧起坐测试，一会儿你们两两结队自动分组，压腿的同学负责报数。好，给蛋拿垫子吧。徐如意，走，我们俩一组。那这样吧，你们三个一组。哎，老师，我们两个人刚好，要不然你让他跟别人一组吧。徐如意，来帮我压腿。快来。同桌，太孤立了。冲刺冲刺，你来你来。奥娜。没事啊，他自己可以。这么相信他吗？哎，难做的。刚汇合也找不着你了。哎，我去打个招呼。谁啊？我说他呀。啊，不去。怎么了？这钱房主。怎么俊爷也惹不起啊？说啥呢？哎，当事人我已经见过了，还要准备点案头资料。你要的钢笔配件找到了。稍等。哥，那你明天早上把那个文件给我送过来，我会九点过去，当事人也会过来，那个文件很重要，你要亲自送过来，啊！能不能安静一点？知道了，哥。我看你挺爱喝牛奶的，喝吗？我买挺多的。冰箱里没有了是吧？没吃的了还是没喝的了？有。有挺多呢，但那都是别人的，我也不好乱拿。啊，你可能不懂，但是寄人篱下，我得多注意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回屋了。林雨欣，我可知道你。钢笔呢？时间到了。什么时间到了？物归原主。你的钢笔托朋友找的配件，但是不知道你想不想装，所以就没让师傅给你安上。配件时间有点久远了，不过有维修说明，你要是想装的话，可以自己上手。多少钱啊？转转。我手链呢？晚上来电你呢。好。这姑娘可以呀，啊，这不挺讲信誉吗？哎呀，就是说话冷飕飕的，没啥人情味儿啊。可以。
上学了。这个配件啊，我找了那么久都没找到，没想到被他给找到了。新的一样，我们过完十一小长假就回来，在家照顾好自己，也要照顾好妹妹。你感冒还没好，别忘了吃药啊。明秋，辛苦你了，还麻烦你照顾家里。雨菁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你直接批评她，没关系，啊。知道了，妈，值机柜台在那边。啊。跟你说啊，你们在家这段时间，你给我老实点，你哥话听着没有？因为你哥最近感冒了，回去给人买点药，关心关心人家。好好吃饭啊。好，钱给你转过去。50块钱，50块钱足够你买药了。你还要多少？你房卡、那公交车卡都给你充满了钱，足够你这段时间花的。北国啊，哎，差不多了。哎，好，走。雨菁，跟哥哥好相处啊。嗯，放心吧，关阿姨。哎、行，我们走了。啊，走吧。啊，照顾好家啊。回吧，回吧啊。哎，走反了。前面就到家了，我要去律所，赶时间，你自己回去吧。竟然养了只猫，好可爱。
带他出来打疫苗。哎，你不是说你要去店里边拿手链吗？哦。什么？你不想去啊？走，去验货。真是个粘人精，去玩去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还只有下雨天的时候会进来，平时啊根本见不着他。没心没肺的，真好。走吧，验货去。好。你先坐会儿啊。哦。试戴一下。不用了，你手艺挺好的，修旧如旧，看不出裂痕啊。见过有猫打疫苗还带伊丽莎白犬的，他是刚做了辣手摧花还是拆弹专家呀？是的，我听说他上学期把他的牵动桌给打了。你是他的线动桌，我说你不会被他给打了吧？准备开工了，哎呦，好庆祝一下！来了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学妹又见面了，我叫何思南。你好。那他操这么狠！我们刚刚说庆祝，今天是谁的生日？今儿不是谁的生日，今天是大橘变成公公的日子。那是得好好庆祝一下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要不要留下来一起吃个饭？对啊，你看外面还下着雨，你家离得近吗？要不一起吃个饭再走吧。哎，留下吧，都是同学，吃个饭啊。我们浦城最讲究下雨天留客了，正好可以尝尝我们浦城的热气火锅，对吧，建爷？坐吧。干杯。这第一杯呢，就敬关云街的一霸，衷心的祝愿他从此一个平静的猫生，还有那些被他欺负过的小母猫，也有一个平静的猫生，好不好？来，干杯！我其实特别好奇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说起我跟卷爷那，我说的是你们跟大橘。大橘之前就是个流浪猫，自己跑来碰瓷儿，后来卷爷看他可怜，就时不时喂他一下。后来就散养在店里了。我听说猫都有第六感的，谁对它好，它都知道。
说到这个呀，咱得喝一杯。我们学校那些人呢，还不如猫眼明星亮呢，什么话都瞎信，什么话都瞎传，真有意思。我们本来也不需要所有人理解啊，身边的人懂自己就行了，其他人怎么说，关我们什么事儿？说得好，为这个话干一杯，来，干。我去买两瓶啊，走，跟我一起。吃饱了你自己去，我一个人拿不了啊。走了，我们一会儿回来。留着啊。俊爷，陈家。嗯。哎呀，你快点！干嘛呀？我没吃饱。哎呀，光吃火锅你不是单调吗？咱们待会儿去前面买完饮料，再去买点吃的。还得是你，走。